解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向大师大悲，无量寿妙住圣王禅老居士尊，三拜，各位为真正教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护坛。同修，以当下物续千秋，故国西哉。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朱雀亭，等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雀亭，韩国环球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朱雀亭，第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4大朝战争皇族军民任命，及世界816大朝战争皇族军民任命中等，当下能法会坛上，故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地籍族三界万灵。还有地球上的世界农业受杀害的人类人动主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戊戌年的11月10日了，今天早上是我们回心圣教2019年1月1日在宁波大体育馆举办的天下一大事，惊天动地的一大事，联合祭祖大典13坛。所以今天早上我们9点开始在排演排练，所有的法师讲师均在停车场地停车场入口处大家一起排练的这个排练等于也是正式的祭祖大典，所以今天早上5:21地震来相应，地震的相应5:21是巽卦，巽为巽，巽为风，是喜悦、欢喜、非常喜悦的开始。
啊，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都属灵，啊，法界众生都很高兴我们终于第十三堂的地主的华裔啊开始了。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们事务部还有法师讲师方便学院啊，各位各分支导堂各教室的法师们都很辛苦，大家一大早来做法工啊，今天就有彰化教室别斗教别斗道场的教室啊，仁德教室，还有北斗彰化仁德三间教室啊，好，那教室的同修啊，你们一大早都来啊，那你们很近，为什么那么早就来？他说我们今天人稍微少一点，所以要怕做不好，所以这个责任啊，无畏师的奉献啊是最划时的啦。啊，那我们地主的真实欲，就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无畏的布施啊，法布施。啊，财布施，啊，无畏布施，啊，再加上呢，我们大家共同祈祷世界之饥饿与战争的消除，啊，所以有我们的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来，负责来转做法轮，带着大家一起来转法轮，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啊，我们一个早上在这里诵经，我们就只有早供啊，其他我们都在第一停车场那里，我那边我们就在那边排练。好，务必在1月1号在我们的地主大人要力求庄严，好，没有缺点啊，大家欢喜。啊，这个是我们的天命，我们的责任啊！啊，在这里预祝大家成功。上天呢、啊，也都已经啊，地震天地大震动来感应啊，这个喜悦啊，血雷锋就是喜悦啊，喜悦的啊，这个好事已经将来临啊！祝各位阿弥陀佛。知命才能知运。各位为我们圣教，不计千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平安，广会禅赞，中华民族15611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统统诸天庭。啊，前朝时期，徐福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众等，我们当下法会坛上、过府堂上，历代祖先、列祖列宗诸祖灵，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家中无缘住世英灵。还有少数人身上一户灵，病魔一户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山河虚见、四王法界、三界万灵，即缘分染动、
诸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我们法会已经是啊国历的17号了，啊，很快了，我们祭祖时间也就到了。啊，这段时间来，我们尊天法祖、王禅老祖师尊都慈悲，承王禅老祖的微光，啊，他的慈悲招请了我们当下莲座上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由维新弟子每天将近有60-70位，啊，上百位的弟子来这里做法工，一大早就来。啊，今天呢，就由啊台北市万华教寺圆林法师所带领的啊法工，啊圆存讲师，啊圆华讲师法师。啊，所带着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法工，一大早就来了。啊，师长人尊敬又感动。啊，虽然这么早，有的3点多、2点多就出门了，我们还是每天早上7点一定准时升坛，好来找请法师。我们的法师啊，恭送诸经，啊，来早课啊。今天早上还是我们要诵经，每天早上诵经，下午有啊宗主普莲禅师开示，王禅老祖天威，必须要有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才能够啊招请这么多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来去我们的坛城受纳我们的祭拜供养，来天人合一听闻我们所有的心声，祖祖孙孙们的心声，尤其各湖堂上祖先啊，你们的这祖祖孙孙为你们工作的年位在这里听经闻法，啊，应该还要很非常的欢喜，啊，还有我们家中的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啊，英灵，尤其呢，少数人身体不好，医护。各位已经往生亲人往生，或者其他，路边路头无缘有缘，这个灵魂界朋友的医护的时候，也请你们都下来在这里听经闻法。好，那能够随王禅老祖回归蓝天净土，然后转生希望极乐世界佛净土，希望极乐世界的佛净土，王禅老祖他也有一块净土在希望极乐世界，所以王禅老祖啊，他的微光，他的慈悲啊，我才敢每年的祭祖大典啊，招请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先从蓝天净土。蓝天净土是王禅老祖啊所开辟的一块净土啊，也是阿弥陀佛啊，他成就极乐世界啊的前面，要到达极乐世界前面一块这个胎城啊，那么一个接驳站，就蓝天净土是王禅老祖成就的
好，是我们大家，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认真努力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啊，《天德经》呢是成就蓝田净土的，法宝，好，所以啊，这王禅老祖的慈悲，用各种方式来接引我们的三界万灵。啊，法界万灵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一看给予超度，啊，给予拔度，啊，这个是我们王禅老祖的慈悲，我们要学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学习王禅老祖的光，啊，接下来呢，我们每天都要有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这个理事长。啊，圆寂法师来负责，来加持，啊，这里圣水，加持灌顶，生活与供养王禅老祖出生，加持地球，五大洲，啊，皆得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五谷丰登，所以这个是当下联合国195个国家。啊，领袖所共同啊开会期盼的，如何能够达到消除世界之饥饿而发生的战争？所以世界有饥饿，人类一定会有战争。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慈悲悯世，啊，那么就在我们法会的当下。时时刻刻还是在为地球五大洲的人类能够好好的过其一生啊。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学们啊，那法会结束了还是要继续诵经，用自己的时间来诵自己的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好，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课题。好，也这里祝福各位啊，已经快元旦了，祝福各位啊，啊，今年大家平安，岁岁平安，明年平安更平安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啊，请各位同修，我们合掌一心。还共向王禅老祖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雾气千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西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敬士，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当下坛上各个连坐连位上各姓氏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啊，很快就要圆满了。一个月的大家的慧心用心，啊，大家的爱心，我们本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目标宗旨，就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国修道是心量是无限宽广，为人类来祈福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功德可言的。所以平时我们啊，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啊，那还是不够的，那是互相赞叹，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心要宽广，所以台湾祖师
他是阿弥陀佛转世投胎化身在的台湾净土啊，这成道之后又倒驾十行，看到地球有灾难有劫难，地球是所有诸天圣神活菩萨来这里修行最好的一个星球，只有地球，其他星球都不适合人来修行的。所以台湾的祖师历劫以来，他是阿弥陀佛的投胎转世化身在世间啊，在整个的阿弥陀佛投胎转世化身有一世啊，就是陈永明，这永明禅师，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在11月17日是他的圣，他的华诞圣诞。所以此后，大家知道他是阿弥陀佛的圣诞了，啊，就11月17日为阿弥陀佛的佛诞。啊，台湾祖师他又来走一趟，他的圣诞在1月15日是他的寿诞，所以台湾祖师的圣诞是1月15日。啊，过一年都有不同的时空。不管什么时候时空，都是大家乘着本愿大愿力来世间走一趟。那么本愿心圣教是王禅老祖在倒驾十行所成就了一个新的法门，世界新兴宗教啊，历经了多少劫，有上万年的啊岁月，经过多少岁月的能量和功德的储存，才有今天的唯心圣教。所以我们有一个祭文，就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这也是阿弥陀佛随时随地化身在地球上，所以也在各位的身上随时随地都在启示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时候，大家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也不是说只有你或者他而已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法的真实意啊。啊，那么我们深谈啊，2019年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这个法仪法会。我们一年来一直在筹备，在空界灵魂界也一直在啊，在准备在筹备啊，所以你们表面看起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事实上我们从12坛圆满了之后，接着下来就更一个层次的准备啊，所有列祖列宗们已经到蓝天净土了啊，接着就是要直接接引啊龙灯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啊，这个是王禅老祖
的天威，